真是愁死了，我才不要跳呢。不行，小贝姐姐你快跳起来呀。我偏不要。小贝姐姐怎么消失了？对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好，大家快看，小树又出现新的动作了。老板，我也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还要做出来这个动作吗？对呀，大宝，你也快摆出来这个姿势啊。那好吧，我摆。安全，安全，所有人合格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到底还要这样做多久？好累啊。就是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只能先按照提示做出来姿势了，不然也没有别的办法。那好吧。大家快倒立。倒，我也倒。哎呀，还得倒立多久啊？我要撑不住了。要不我先歇一会儿。不可以，大宝，这样你也会消失的。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。糟糕了，大宝已消失了，消失就剩我们俩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两个也会消失的。怎么办呀？真好玩。哎呀，不小心说出来了，怎么是小贝姐姐的声音？小贝姐姐，好吧，被发现了，就是我。小贝姐姐，你不是消失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逗你们玩的，真好玩。什么？小贝姐姐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，你竟然捉弄我们！不就开个玩笑吗？才不是！小贝姐姐，你这样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。才不会呢，小朋友们一定也觉得很好玩，你们说对吧？